第一个呢，又谁所录啊？嗰啲话 Michael 咧，玩咗同一个多人 share， 咁我点解玩个 share 做咩咧？唔系做贼仔偷 target 啦，跟住整烂你屋企啲嘢啦。咁首先咧，我呢部电脑嘅 account 就俾个管理员 ban 咗啊 ，Michael 嗰个啊，无几多我用我屋企人嗰部。跟住又俾人 ban 咗。如果唔系讲真，我屋企人系大学 year two 啊，系啊，一个 year two， 唔系，咁我啱啱就交咗呢个 poly 嘅派申请嘅 senior year。要交錢啦，450蚊。咁我喺嗰個檔案裏面交咗呢個身份證啊，跟住我嘅 DSE 中學啊，跟住泛啲同埋泛啲嘅成績表連成績，加我個 DSE 嘅通知書同埋個中學成績表，即係畢業證書應該要。如果佢真係要用，真係要 DSE 嘅成績表，我不得曬 DSE 嘅證書咧，我一定要入派五嚿水。咁但係我睇嗰個師傅咧，你嘅最即係我寫明我自己一個最大嘅 requirement 就係 high 啲嘅成績表啦，加證書。我寫咗6月3日之前就改咗佢。咁6月30日點解會揀呢一日咧？因為理論上畢業典禮就喺6月19日。如果順利嘅話，其實佢好似係，其實我諗翻起我煩啲嗰陣時係6月29日派嘅，咁我點算咧？我填都填咗咯，點算啊？又冇得改喎。咁我都祈求佢好快啲畢業典禮啊！對佢唔會7月幾畢業典禮嘅話，佢應該揀。佢應該揀學校放假嗰陣時咯，即係星期六啦。星期六應該冇人上堂，不過有啲人都翻嚟咯。或者可以喺你個 IG search 下，到底幾時？到底 high 啲畢業典禮一般係幾時咯？我 search 下先。畢業典禮。咦，唔係啊，畢業典禮點解會喺10月幾嘅？唔係，佢理論上我應該係六，即係如果
佢你 send 個 result 應該係 send 呢個成績表啊嘛。咁但係個證書要到十月幾先攞到？咁弱智啊我嘅啫，唔係佢我 search 嗰陣係柴灣嘅畢業典禮，十月幾嘅2022年，理論上嗰陣又冇乜特別咧，因為疫情都過咗嗰陣已經。你所謂疫情最嚴重應該係2022年頭咯。四嚿水，原本唔會嘅，畢業證、畢業嗰個成績表會掟咁耐啩？唔係你畢業畢唔畢到業就其次啦，咁你要順利咯。如果你有一科要 retake 嘅話，仆街。450蚊你幾時 deadline？ 就係你嘅 supers deadline 嗰日，2019下個月。有排啊，不過早啲交，早啲著數。琴晚件事冇乜特別，係啊。我琴晚件事之前咧，個個人 level 了遠啊，即係 B B 嗰個啊，一齊玩過。佢話：今日就快點去玩這個三角洲行動啊！很多玩爭啲嘅人都過單啦，即係過檔啊玩三個州。最唔知你都可以話，你依家 BF 咧係咪都係啲熟人？永遠都係嗰幾條友，好似啲即敬業與熬業嘅演員一樣。唉，過咗吹三個州幾撚好玩，但係我心諗得三張地圖。仲要發售嗰日即刻有三，真得三張，得三。我按翻去贏四，雖然就嗰啲地圖大啊，但起碼都有七張。咁128裏面有11張，黑張本啟個加4張獅神。呢、這個成日有兩個 project 要做咯，我特別想講 BIM 佢用 LaFisher 啊嘛，諗翻起嗰啲電腦室係冇 LaFisher 嘅，咁我聽我 friend， 即係我 friend 喺青衣宿舍嗰度住啊嘛，佢話青衣嗰個電腦室係有 LaFisher Manage 2024啊，我哋嗰間學校真係。無論是什麼東西都是就是勁酸式，即是好，即是有講法就是沒得跟人家完全沒得廢了，即是你沒樣東西可以突出一些可以踩到其他學校，沒的，求其找一間Ivy 都屌打九條街。我特別想講的就是佢嗰個 K
騎行天上年十一月幾開喎，不過騎行天就係俾你去坐低嘅，你買翻嚟食嘅。一般嘅情況底下，個騎行天唔係應該少賣布嘅咩？但係佢冇喎。無論佢面積又好，又或者嗰個設施都好啦，都係孫老媽唔得嘅。佢正門封咗，開後門，佢應該係顧及嘅青年學院嗰班人啦。其他學校特別係我，即特別係之後都會又去翻青衣 I， 青衣 I 咧係好鬼少大。不過雖然話屯門間 Ivy 就乜嘢都宣泄咗，不過你都有讀過兩年啦，你好唔捨得個位啊！你可以話到時你最後一次嚟咧就係你畢業典禮，不過又唔係話留咗兩年嘅，你曾經都係一個人留咗四年，由2012年 Year One 到依家仲喺度咯。我都想開佢，我都真係開佢嘅名，佢個名叫做阮偉軒啦。個樣子好似啲番薯頭咁樣，之前搭西鐵見到佢，係睇緊 Animate 動漫。我諗緊你讀咁耐都仲係 retake 嘅，應該係史上一個 Ivy 攞最耐嘅人。我諗緊佢反覆咁樣 retake 呢個。數學啊 ，geotechnical 啊，跟住 timber 咯，咁你理論上佢2023年衰過一次啊，跟住2023、2024年又衰多次。之前我見到佢嗰個 timber 嘅 assignment 咧，見到佢 po 個幅圖咧，係一招難問題，因為都錯曬嘅。佢通常都見佢坐喺最後嘅，跟住仲好似唔聽書嘅。不如你諗一諗點解有啲人可以一嚟到 pass 到你就足足用咗四年都未 pass 到咧？不過你唔好問我啊！佢真係一個攞得最耐嘅一個 Ivy 上客，2012年 Year One 攞，跟住2023年 Year Two， 跟住到後年依家仲係 Year Two， 理論上已經係四 A 班。如果你係 A 班，你都會見到佢。不過我係 B 班，英文 retake 都見，唔係英文嗰陣時見到佢成都嗰陣。